吃鸡一把抽十个签名照，那我不吃了呀，那多麻烦啊！我抽十个签名照，我还得发十个快递，十个快递是200块钱，我还得寄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寄快递麻烦，还得填地址，还得私信你们要地址，还得等他上门，还得给他，太麻烦了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哇，四枪不死。有一个人。这不是人机啊，这局唯一遗憾就是开了个门，开了好久没打开，要不然非常流畅的操作，跳下去开门进去突突突突突把它杀了，然后开门在那卡了一会儿。今年咱们就支持谁都一样，但是 I got supplies。 哇，谢谢静静姐送的小资本，谢谢旺旺，谢谢冰送的小资本，谢谢静姐跟汪汪，谢谢冰，谢谢甜甜圈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但是千万别他们，你看他要是小组赛、常规赛的时候是吧，暴揍 BTR， 本决赛的时候。他把 BTR 人头打傻了，交给你们看，那雷震都不会压枪了，我都感觉。A 一没进，那个雷震，我操，好猛，那压枪300米随便秒人。自从跟 A 一打，压枪压不住了，不知道为啥打不动人了。拉个谁都。澳门，你太坏蛋了。这就不会玩这个游戏了。给个枪口吧，送，给先送一个给你看看是吧？玩牛说好防单手，我看我们。那上树的时候，这个人进不出来。来上车走，二号，快，打不了，毒太痛了。从前面进来有人。可以。前面哪里啊？前面哪里？小朋友，我看到了。我来看，走。有点轻。上个人机。来这。没油了，加桶油，兄弟们快 ！Watch out！ 哦，没有，没关系，这油应该够。我慢慢开。这个点有两个人。好的。四里面。等着哥。
Watch out！ 我操！你回家有？秒了，打了一个。Watch out！ 你是不是把进来打倒了呀，兄弟 ？OK。是左边那个，是左边那个，跟我冲，兄弟们。在这个麦垛吧，应该。后面怎么还有两个人？最后一个，没关系，下一个我也觉得。你可以救一下我，后面。没有。哦 ，nice。别倒，小弟弟，扛住。现在黄金这个。Watch out! Form up on me. 漂亮，我又被炸倒了。Watch out! 有两个吧，还要一个。也没有被老。四号，你打一下，跟我一起往冲了，四号。咱先不管左边的，咱先把两个冲了。OK， 炸，好漂亮。左边有两个靶，兄弟，你左边还有一个，也死了吗？哇，你们好厉害呀、啊！死完，好厉害，兄弟，夺冠，厉害，吃鸡了，走，咱们找个位置吃鸡。这不简简单单吗？哦。国际服大哥哥比较多呀。有人。哇。我操！我在后边。完了呀！我操！我自己怎么回事？这为什么全是单发狙啊？哥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先游，能进圈吗？完了，我给你报仇啊！所以说你们在打路人局的时候遇到那种就是喊你们
就是往前冲，杀出那种冲劲儿，而且你不能帮上队，所以一定要帮上队。哎，小不好分。所以说哪里没有？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一定不要先跟他们选择的不重视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对我个人而言，目标要有大趋势。来来来，对枪。我感觉广东真的是好，又不理解，就是我也不能说。太舒适。为什么还没写通关？太舒适了。因为你有家人帮你，我太舒适。不是。哥们干啥了这份？我都不想跟你一起冲突，你非要过来。因为要吃饭，家里都。眼神挺好使啊，这个人。再说我。我想聚远点的，最后再打。他们这边打得很激烈的时候，我再去打乱。三号平了，平了。差不多了，他们应该打起来了。我射的也差不多了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Watch out！ 被中分赶出来了。防区先出来，哎，可以啊，小伙子。我靠，在这趴着。